哇，刚刚是93次，圈了 C35 次。我是刚换列车长的112年了。然后123号瑞芳洪家路10:19，刷白就是有列车长了。刚刚通过是4135是福隆发特就用沿线靠树林的盈利设为的微笑三门，然后9093是全都已经通过，好吧？然后人家280嘛，280是斗六发特就用上线靠花莲，那今天还有一班527嘛，那个花莲发特就用上线靠彰化的福隆嘛，啊，在10点出的时候我有拍档。加班的普友们，然后这班是正班的280，拍完就可以差不多休息了。80班来啊！来280次，到了发车，将三线杆花莲的要三连行。十二面组的皮蛋豆藤呀，新藤机这台车准备通过。3021，3021的皮蛋豆藤要绿色带。3021的皮蛋豆藤要绿色带。